路合作不合作？我们和现在的商路合作的好好的，不想跟你们合作。赵老板，您再好好考虑一下。现在新商路开通啊，和我们合作有很多的优惠啊。走不走？赵老板息怒！赵老板，赵老板洪福齐天！赵老板恭喜发财！哟，杨二公子，怎么样？进行的还顺利吗？可太顺利了！我们新商路的消息一放出来，所有人都来积极踊跃的报名。对，刚才报名的人数太多，我都记不过来了。是吗？那杨二公子就辛苦了，我看好你，继续加油。叶子云，你这话里有话，我看你就是故意过来看我们笑话，存心拆台的，是不是？那哪能啊，我这就是存心来关心一下，怎么那么多心呢？加油。哼，你可别得意得太早，你还是先考虑一下你自己的神威镖局如何招到人手，别到时候新商路一开通，你们镖局就两个人，到时候看你怎么压镖。这你就不用担心了，绝无这种可能，我绝对会比你先扩充人手。要不咱们打个赌，要是我比你先怎么办？那我就入赘你们神威镖局。啊，你如果我先，你就嫁给我做我杨家的夫人。一言为定。新的征程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加油。怎么横竖都是我吃亏啊。看来是我最近太累了。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